2021年3月27号，违法分子一直尾随跟踪，口中说保护我，他们名义上给我在调解，实际上所有的尾随跟踪我的人一直在尾随监视我。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对付我？那就是为了害怕在100党金党日100周年开，这是第二个啊，那个是新风的啊，这是第三个啊，看到我了，这是啊，马上转弯了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还有那一个啊，暂时呢可能还有三个在外界。我每一次躲到我们小区里面，才可以直接派到这些违法犯罪分子，他们怕的是什么？他们实际是一种违法犯罪，侵犯我的人权。今天我的视频是拍在这儿，那还有一个，咦，已经转弯了，看到吗？啊、嗯，今天我的视频到此结束。我们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利，是国家赋予给我们的权利，违法犯罪是我们大丰市大众街道同德村村霸陈强林击败兄弟，他们都是夜班在银城大丰高铁下了班7点，早晨的7点到下午3点，下午的三点到晚上的11点，11点到早上7点。今天我派，只要我出去，我就派视频。